我们学习，我们传承系，我们走进校园，寻找下一代，我们携手下一代，开创粤剧新未来。从海选二十强到全国十强，我们抛洒汗水，携真情，向梦想奋勇前行。这就是我们小哈越学越有戏，2018中国网家浙江小百花校园大赛。鸟笼的风
漂亮了，亲爱的朋友们，热烈的掌声响起，献给魅力无敌的师生组合。谢谢我们领航团队的所有导师，也恭喜荣登十强的选手们，你们真的太棒了，因为你们已经把我们小百花进校园新学期的剧目提前献给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你们。我今天也特别激动，我也好好想想拿什么奖吧。小哈，我先考考你，你知道刚才老师们还有我们的选手们演唱的是哪几出戏呢？这还考我，一出何文秀都唱了65年了，另一出红楼梦也唱了整整60年，都是拥粉亿万的大戏。你们小百花才35岁，所以看起来个个如花似玉，就像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我们小哈真是能说会道。哎，小哈，你不是最喜欢蔡磊老师、张逆清老师和魏春芳老师演唱的戏吗？当然想听了，不过今天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先请出蔡振飞老师。好，有请蔡老师。有请。中国越剧传承至今已有112年光景，而年轻的小百花在不断的传承经典、发展经典、创造经典的道路上，可谓是花繁叶茂、硕果累累。除了刚才的何文秀、红楼梦这样的骨子老戏，我们对诗画越剧的创造以及越剧的世界性的传播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舞台实践。比如说我们团魏春芳老师、熊琦老师联袂主演的《春香传》，我就觉得比韩剧还好看。小哈，你想不想看呢？哇，真的吗？居然还有越剧版的朝鲜民族经典作品，太好了。哎呀，小哈，你先别急，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领航老师的全体成员入席就座。
让我们掌声再次响起，有请国家一级演员领航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魏春芳老师和国家一级演员熊奇老师以及我们全体优秀青年演员联袂为大家献上春香传选段爱歌，有请。曾想一天这钟声在亲吻我们哩，这钟声在亲吻我们，我们何不停歌把年子呀，把年子呀，把年子恨你我都边走边走什么。曾经洋洋，几重也得
逍遥，但愿把年似今宵，但愿把年成不老，不要把明月捆绑在天空照，莫使明月下山了，从此啊月不光生不老，今宵思今宵。亲爱的朋友们，以歌唱和舞蹈的形式载歌载舞的来演绎朝鲜的爱情故事，这就是小百花越剧团的春香传。哎，小哈呢？小哈去哪儿了？小哈你有在看吗？我在呀，我看呆了，以前没见过这样敲锣打鼓的，师傅们也没教过我这出戏啊。小哈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不仅有很多传统经典的剧目，还有很多美轮美奂的创新戏呢。对，今天我信了，跟着小百花就是越学越有戏。好，小哈，丹萍姐姐非常的看好你哦。亲爱的朋友们，由中国网家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玉环人民政府主办，中共玉环市宣传部、玉环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玉环市教育局、北京正在上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深圳汇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正在上演广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玉环顺熙影业有限公司执行的《小哈越学越有戏》2018中国网家浙江小百花校园大赛的年度终极赛场十强赛现在就要正式开赛了。感谢玉环市美林阁家具有限公司对本次大赛的赞助。那么接下来呢，有请一号选手，来自杭州晋州小学的陈芷萱。好，请看 VCR。陈芷萱就是我们二十强那个网络选票的第一名嘛。没有过特别细这个发声上的一个训练，所以他高音上去呢可以很好。我叫不清对不离
吧。这个孩子非常有灵气，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每次都可以把自己演活，就说那么小的孩子他可以理解生离死别的那种情感张力是非常不容易。梨花林，有请一号选手杭州晋中小学四年级学生陈芷萱。林妹妹，我来自了，我来自了金庙两院，将我
东东西厢在花前，宝钮寺泼妇桃心真心的呀，妹妹你心里早有你可不忘。到如今无人共把心相动，那可怜我伤心不管梨花钱，曾记得怡红院藏了闭门啊，刚你是舍不安心也不眠，妹妹啊你为我是一往情深，把病啊亲，我为你是舍里梦里长相念，好容易拍到东方花昼夜，总以为美梦已远一线啊，想不到林妹妹变成宝姐呀，强原来你被逼死我被骗，十字王法都能救恩火，哎呀谁知晓今生你望出龙红中多何子面，妹妹。好，谢谢芷萱。《红楼梦》呢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同时呢也是粤剧舞台上的不朽之作。接下来呢要请问一下芷萱，前几天呢你参加了小百花集训营的训练，那么你的辅导老师是谁呢？魏春芳老师和徐燕娜老师。那么你觉得通过辅导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在唱腔方面和动作方面都有所提高。那就祝你越唱越出彩，越学越有戏，热烈掌声再一次鼓励我们的芷萱同学。好，有请领航团队的老师们点评。芷萱你好，今天老师非常感动，因为你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好，非常使我满意。最最让我觉得你好的地方是你的情感表达，就一出场的一个林妹妹我来自了，真的一下子把老师带到了你那个悲伤的规定情景里面，所以我一直非常感动，觉得你把这段戏的要表达的情感表达清楚了。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唱腔有明显的进步啊，就是说非常稳，今天特别好。另外呢就是老师有一个字把头能进，那个白头的头就是咬得 不是特别好，今天因为都被你的情感感动了，老师一定讲不出很多不好的地方。希望你继续加油。芷萱啊，
刚才魏老师说的也是我想说的，我也是觉得你今天真的进步很大，从眼神上和那个动作的那些气息上面哈，就是今天的几个点都非常的清晰，就是表达出来的那种情感都很到位，挺好的。然后唯一的一点不足啊，我觉得就是要跟你说一下，就是那个水袖啊，我们还要再干净一点。就是你第一个动作趴在那个桌上以后收起来的时候，不是你本来是折着过去的吗？收起来之前你要先把它理顺再收起来，那就不会乱了，好吗？好，谢谢老师们的点评，芷萱稍作休息。接下来有请领航团队的成员为芷萱打分。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选手的 VCR。我带的是操心仪小朋友，所有的动作和唱腔的节奏、气口的节奏，包括眼神，没有在一个节奏上，就是有点零散，就是这点上可能要提高一下。往那边看，对，走一步，看过来，看着自己，然后他这次决赛的剧目选择的是陈三娘骂堂。就像我自己来演的话，我都觉得其实难度是很大的。包括心仪他自己跟我讲，他说可能他这次决赛选择的剧目并没有复赛选择的那么熟练，用他最好的水平展现给观众，这就是我们一起的心愿。有请二号选手寿星上鱼区鹤琴小学六年级学生操心仪。前方明前的我父乃举凡
谁？有谁是烟花女子到处把你掐死？当他自尊受身体戴上乌纱也流金，龙卷龙为黎明，穿上万宝被无寻，团上埋伏王根本，好了伤疤忘了痛戚，压死女佣大义。我骂你这里临时魂，七十五将书殿王如鬼，天鬼地上天亮真难的情。谢谢我们的操心怡。我们心怡小朋友啊，在二十强赛的时候选择的是英姿飒爽的穆桂英挂帅。那么本次决赛呢，我们选择了高难度的陈三两。谢师傅要问你，对本次比赛有信心吗？有信心。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参加我们小百花集训营的感想？首先特别感谢熊奇老师跟李云霄老师在这几天里对我的指导，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还认识了很多老师，交了很多朋友，跟他们在这集训营过得还不错。哦，一段难忘的旅程是不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下我们领航团队的导师对我们操心仪的点评。心仪，我发现啊，你是一个比赛型选手。我刚跟李老师在说，就是你一出来我们俩就有点热泪盈眶了，就是你比平常每一次排练都发挥得好，真的让我们觉得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小的以后你需要继续去揣摩去练习的一些呢，是你的力度问题。就是老师跟你说过，比如说是当当自醉，你这个速度还是太慢，当当自醉你这个速度要快，就是你是表示你的愤怒，对不对？你一旦软了，你就跟林黛玉什么没区别了，对不对？力度问题。还有唱腔，继续加油，今天表现很好，我非常开心。心仪，我真的很感动。其实看到中间的时候我真的鼻子都很酸，因为我知道其实你选择这一段你对自己其实也是算是一个挑战。在集训营的几天，其实我帮你的发声也好，动作也好，我们两个人都有在调整，但是其实可能对你来说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消化过程的。昨天走台的时候你也急得流眼泪了，我今天看到你这样的表现，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我没有别的对你其他的要求，我希望你能喜欢越剧就坚持喜欢它，不要给自己压力，享受它，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继续加油。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点评。我们有请操心仪稍作休息，接下来有请领航团队导师为我们二号操心仪的表演打分。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三号参赛选手，请看 VCR。 我教的小朋友他叫李婷熙，那他在上次的复赛中取得的是第一名的成绩，他的优点是基本功比较好，我这次呢就是给他动作再规范了。有请三号选手台州路桥区罗阳小学五年级学生李婷熙。我一将虽不下将马，不离我家亲戚道，做那肉分肉，死要祭生，死要祭死。我一将虽不下将马，不离我家亲戚道，做那肉分肉，死要祭生。我一将子，人不下去马，不理我将军去马。
好就是红灯光，棒就是佛笔马，道家弥补一般草，远山有酒很浓啊。的双枪陆文龙，请问婷熙，今天你站在十强赛的舞台上感觉怎么样？在老师的辅导下，我觉得我的陆文龙演得更帅了。哇，哈哈，通过我们小百花集训营的培训，我们的小婷熙啊真的是自信满满，赶紧有请领航团队的老师为他点评。李婷熙，其实我就是看了之后非常能理解前面那几位导师说的看选手的心情，因为我之前一直挺担心他的唱腔的，因为他身上其实还蛮标准的，因为这个戏比较累，唱腔其实不是特别的稳，他第一句唱的时候我就很怕他顶不住啊。然后但是今天整体唱下来我觉得真的还是蛮稳的，我跟他讲的所有的要求他都非常的努力，就是在做到，哪怕那个腿以前他只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上次跟他说我一定要靠近自己耳朵，虽然他今天停留的时间不长，但是很明显的能感觉到他在非常努力的就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啊，我觉得你很棒，继续加油。好，谢谢，加油。婷熙，就像你刚刚在台上自己说的，还有很大进步，很自信。二十强的时候我说你表情上就没有唱的时候会
没有表情这样，但是这次看到了，进步很大，全在这里面。而且你出来啊，给我一亮，就是这几天跟你接触下来，平时的话你是皮肤黑黑的，好像没有那么帅气的感觉，但是刚才一上台啊，真的太亮太帅了。继续加油。还有一点就是老师建议你啊，平时就是除了这个戏以外，平时在家里多照镜子，各种表情都去做做，帅的、酷的、哭的、笑的、怒的，各种表情自己去照镜子练好吗？好，谢谢。谢谢领航老师的点评。婷熙稍作休息，接下来有请领航团队成员为婷熙打分。小哈，我们刚才呢已经欣赏了三位选手的表演，那么你有学到什么吗？丹萍姐姐可别小瞧我，我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学霸，我的大脑里汇聚了全国优秀的学科老师，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随时随地都可以辅导小主人的功课，陪伴小主人成长。现在全国已经有十几万户家庭在使用小哈，我也一样在等我的小主人出现呢。哇，小哈，原来你的知识储备那么的强大呀。不过呢，丹萍姐姐还是要考考你学习乐器的能力，所以接下来呀，让我们有请出的是我们领航团队的核心人物，国家一级演员、文化表演奖金桂表演奖获得者张艺清，为大家带来白蛇传选段西湖山水。
谢张艺清老师的精彩表演。我们张艺清老师呢，不仅是我们领航团队的核心人物，还是获得过金桂表演奖、文华表演奖的优秀演员啊。小哈，你可不要忘记单凭姐姐考你的问题哦。谢师傅姐姐，我现在不能马上回答你，我刚刚和我爸爸视频了一下，他看到我又当主持又学戏，很为我骄傲，也告诉我必须虚心学戏，继续学戏呢。啊，你们机器人还可以视频通话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其实除了可以帮助小主人辅导功课，我还是爸爸妈妈的好帮手。如果爸爸妈妈出门在外想小主人了，就可以通过我来视频联系小主人，而且我还能保护小主人视力，提醒小主人该休息了，还能陪着他说悄悄话逗他开心呢。啊，小哈你好厉害！那么让我们继续主持，继续学戏呗。朋友们，比赛继续，请看 VCR。94年的小朋友叫佳南，他的唱、做这个形体也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动作规范度还是不够的。对，西湖看出去。还有山潭音乐，眼睛里全要有东西的啊。眼神表达总体的特征，再给他规范一下。我是首先感谢父母亲对我们乐器事业的支持，另外一个他们以后长大以后其实面对的是世界，所以希望他们从小那么喜欢能好好学，学精了以后希望能带着我们的乐器去走向世界。有请四号选手台州椒江区菊园小学站附校区四年级学生李佳。
家会不给藏金山，是怎么藏？混参参，一不在团桥底。谢谢我们李家的精彩表演。李家，谢师傅想问问你，你有没有去过西湖、杭州断桥？去过。那你觉得你看到的断桥和你唱的断桥有什么不同呢？看到的断桥里面没有白娘子，唱的有白娘子。哦，是白娘子。那你觉得是不是白娘子在你的心里面？我的心里是蔡泽飞老师和陈丽君了。哎呀，我们李家的情商实在是太高了。那么我们要请同样高颜值高情商的领航团队的导师为我们李家的表演做点评。李家太棒了，今天最大的亮点是你的水袖运用得非常好。上次二十强的时候我跟你讲水袖上一定要用手腕子，你这次做到了，儒雅的感觉已经有了，非常好，这个进步特别大。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了断桥西湖去过了，是不是？上次我老师跟你讲，我感觉你的钱塘道上这个眼睛好像在山顶上山上面，所以我说你要到杭州去看看，看看真正的西湖，去过了就是不一样。今天已经看到了，你就从你的眼神当中已经看出了西湖的感觉，这个也是进步的一大亮点啊。还有一个就是有个字，有个腔，我给你讲一下，有个色死门门，你就门不要那么硬，柔软，有两个地方的几个腔，你自己去注意一下啊，就这样，非常棒，努力。谢谢蔡老师的点评，也请我们的李家稍作休息，请我们领航团队的导师对我们李家的表演进行打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请看 VCR。这次带的是两位小朋友，一位是吴心雨，一位是向喜瑞。两表吧。
但是他正好掉了一颗牙，就有点漏风。对，刚掉的。嗯，反正以后会长出来的呀，对不对？他们两个呢都很努力。这一次比赛的话呢，不管我们成绩怎么样，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都非常好。加油，你们是最棒的。有请五号选手温州市南浦小学东校区胡新宇和温州市三支三国际幼儿园向喜瑞出场。山崖窥见观音娘娘，李玉清，你不比青黄，我乃得来大救于你，言语两调道路神意宣来，你暖他心万字。小影他应怎样小影后来小影三个到暖海序列五八年后得到成仙那他应呢他应八雨林三篇当不完成水库想要请愿他应恰似为何娘娘举娘娘花送信举小妞面在心我情愿当着红尘情一张成生死同命您得起千年头红梅仙境我今愿最痛苦把小雨淋我一个死意死在崖上算菜算菜四次把雨淋三篇答应了吧Thank you.
谢两位小选手。碧波潭中的小鲤鱼为了爱情呢，甘愿牺牲一切，至情至真，真的是感人肺腑。请问两位小选手，在小百花集训营时有什么感受和经历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我认识了好多老师，还有好多大哥哥大姐姐，很开心。还有呢？我学会了很多新的知识，我很开心。哦，那么这两位选手呢，我也是辅导老师之一，在辅导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刻苦。当时心雨在不断的咳嗽哦，还一边喝药一边坚持练习。还有我们的喜瑞练习跪步把膝盖磨破了，但他反反复复的练，叫他休息他也不肯。所以说作为老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而且台下他们都是互换角色练习的。比如说今天你来演鲤鱼，明天我来演我们的喜瑞，他鲤鱼精的一整套动作全都会，而且表现力也是非常强。下次有机会也让我们的喜瑞来演一下小鲤鱼，大家说好不好？好，两位小选手，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加油好吗？好，有请领航老师为一对小选手做点评。心雨、喜瑞，今天你们两个的表现呢，老师看了以后真的很高兴也很感动。虽然我们有一点点的小插曲，但是完全没有影响你的表演。你比二十强的时候真的进步了很多很多。今天老师看到了鲤鱼精被拔鳞时候的那种痛苦啊，你全部都有了，真的很好。然后我们的喜瑞也非常好，虽然有两颗门牙掉了，但是没有影响你的任何一个咬字啊，都非常清晰。然后我们心语今天那一段唱腔声音也放出来了，虽然我们还在咳嗽，但是已经非常棒了。郑老师，我想说，哎呀，我都有点哽咽了感觉，因为虽然跟你们相处了只有几天，但是跟你们感情好像很深一样的感觉，有缘分吧，可能就是。然后其他的一些学娜老师已经说过了，我就是想跟你们说，如果说你们很爱越剧的话，就一定要坚持的学下去。然后不管是长大以后有没有从事越剧这个行业，都会对你们的一生一定会有影响的。希望你们加油。谢谢老师的点评，两位小选手加油，请稍作休息。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领航团队的成员为一对小选手打分。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位选手的 VCR。啊，我这次带的是陈轩文。所以说我们要加强他身上的身份感，他面部表情眼神的运用上面，希望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艰难的再艰难我也要走，坚持。因为我觉得物以稀为贵嘛，对吧？我们宣文他唯一的一个老大啊，我希望他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为他加油。有请六号选手，嘉兴市实验初级中学初一学生陈轩文。
我在一双亲友儿在哪里，夫妻母子难相见，我动此一想。今天表现得非常棒啊，我在后台就好紧张好紧张，拿了话筒手都抖，今天表现非常好。你这次对我们小百花集训营的有什么非常值得你回忆的地方吗？我非常值得回忆的地方呢，就是你和那个张玉老师对我说的话，就是说学习呢一定要持之以恒，勤学苦练才能取得好成绩。对，其实这个戏呢是由我和张玉老师共同指导的，我们先让张玉老师对我们陈轩文今天的表现来做个点评好不好？首先我觉得作为轩文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能够选择这么一段由京剧改编过来的一个老旦的经典戏，我觉得她的一个胆量是非常大的，然后我觉得他今天表现得非常好，虽然说一开始的一个导板他有一点点小破音，到后来是越来越进入一个状态。然后其实我想对轩文说点心里话，就一开始啊，就我们集训的第一天，其实我心里是有一些担心的，因为我觉得他身上的一些就是要加强进步的一些地方有点多，但是后来经过四五天的一个学习一个锻炼，我觉得他进步非常大。那当然不是说我跟谢灿老师怎么教你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私下里肯定是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就凭你身上这点韧劲，我觉得不管你今后将来是不是从事越剧这个职业，演员这个职业，你今后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收获，祝你成功，谢谢。对，我们轩文啊是一个非常自立的姑娘，她这次来杭州学习呢是没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的，是独自一个人到杭城求学，而且她非常的用功，每天上课我会问她昨天晚上回房间有没有练，她说我练了，然后每天都有不同的进步。真的希望我们轩文呢一定要物以稀为贵，越学越有戏。
谢谢。有请我们宣文退场，谢谢。请我们领航团队的导师对我们陈宣文的表演进行打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请看 VCR。他叫周宇博，唯一的小男生吧。姜克点，对呀、啊，姜克点，这里给观众再交流一下嘛。姜克点，哒哒，然后把握这个人物感觉稍微提升一些。跟观众说啊，你我越来越得意。希望周宇国小朋友通过这次比赛，然后在今后学习的道路上，然后越走越好。是人一打将开的千银苗嘛，我心思乱，哎呀心思乱呐、啊、哎呀这可是我是好啊。哎呀来了花堂上，有毛线子烧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的拿。不，荆棘外露显轻狂，我还是忠勇临死卖弟弟。再雨也不要长得像、啊啊啊啊啊啊、不能怪小夫言外貌不扬，怪只怪我恩色短无眼光，阿父姊妹多的过，再有只有一秋香。啊，秋香姐姐呀！当过一次我的。我想要子有女下凡来呀，啊啊啊碰到仙界人间家，我做啊你说睡掉一生我的死
了西游金阿珍，有那是我说女儿她相依金色做兵神呐、啊，我结与秋香姐姐配鸳鸯。谢谢，以博呢是我们今天赛场上唯一的一名男选手。那么和那么多小姑娘一起比赛，感觉怎么样？我真的成了唐伯虎点秋香。哇，好机智的回答呀！不愧是江南才子周伯虎。那么你心中的秋香姐姐是什么样子的呢？智慧与美丽并存。智慧与美丽并存，哇！那你看现场那么多秋香姐姐来点秋香，哪一位是你的秋香姐姐？大声喊出她的名字，陈海峰老师。哇！哈哈哈哈，周伯虎，你点错了，那是秋香爸爸。哈哈哈哈，没有，他生活中是我的秋香姐姐。好好好，那海峰你一定要满足他的愿望，有机会扮成秋香和他一起搭档进校园演出，好不好？好好，加油。领航老师为我们雨博点评。啊，雨博你真的是好可爱，然后他的性格真的特别特别好，有时候上课我都很严肃，然后他真的是一直都逗我笑，然后最主要他的身上呢主要是少了一些点，然后他的眼神啊这些都是不知道如何安放啊。然后今天我感觉昨天上场之前走了一下台，下来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讲了，就躲到旁边去，一个怕我会说他，一个怕他妈妈会讲他，然后就是心里就很慌，然后大家都去吃饭了他就不去啊，他就站在这里，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能不能申请让他再走一遍，然后走了以后他心里有数了，然后今天表演就特别自信，真的特别特别好。我相信啊，雨博会越来越好的，然后一定要记住老师跟你讲的一些问题，然后慢慢的我们再改掉，会越来越好的，加油。谢谢。好，谢谢海峰老师点评，雨博稍作休息，接下来有请领航团队成员为雨博打分。接下来呢又到了发放福利的时间了，我们要有请出的呢是我们本次领航团队的核心人物，国家一级演员文华表演奖金桂表演奖获得者蔡哲飞，为大家带来桃花扇选段相继。
年，他访问去何所，似梦似烟，早也似某也相遇见三年，想当初我与卿在京华后边。槐花溪对月，长亭相见，头铁迷坐斜老，虽不天仙，哪知道愿他曾将我黑桃花片片，黑草中走天涯，流浪在人间。曾用去
老师精彩的表演，蔡哲飞呢是我们浙江舞台艺术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他的表演外刚而不生硬，内柔而不媚俗，真乃是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热烈的掌声再次献给我们的蔡哲飞老师，谢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位选手的 VCR。 我这时代的小朋友叫孙一涵。把这首歌打开，对。哇，想起了。撒巴里就走。撒巴里就走。他可能会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情绪，怎么向观众表达他的这份情绪。我跟他讲，而且能很快的改正过来。我觉得名次并不重要，只要他通过这次机会有所进步，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有请八号选手，杭州晋州小学四年级学生孙一汉。当啊，剪掉红。
被打。已经是长亭在，在长亭那青稞西京美呀，想不到京美竟是这英台。英台，你这个美呀，走得的哎。欢欢喜喜唱清凉，银台叫我花轿早去抬，那银台叫我两袖早笑喂呀。可爱憨厚的梁山伯孙一涵，孙一涵来，我们上前一步。孙一涵这次在我们集训营里面呢，跟我们的导师是洪帅学习的，对不对？那么跟我们漂亮的洪帅老师学习，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觉得洪老师特别漂亮，他说会唱戏会唱越剧的人会越来越漂亮的。哦，对，所以呀，你看我们领航团队的导师们不由自主的就鼓掌了。那么我们有请我们领航团队的导师对我们孙一涵的表演进行一个点评。孙一涵你好，其实我比你更紧张一点，你还没有出场的时候我已经很紧张了，手上都是汗，现在也还是。今天看到你的表演，觉得你的进步还是非常的大。给你再提一个要求，就是特别是唱腔的咬字方面，当然你已经改了很多很多的咬字了，比如说仿音台的台，然后现在你最主要的一个是一边走的走，一边醉，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是还是要努力的去改变它，因为这个咬字现在还不是特别特别的标准。进步很大，继续加油。谢谢我们漂亮的洪帅老师的点评。一涵你好，因为老师也是唱范派很多的啊，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是一定要讲几句，因为我们的范派唱腔啊要求在声音上面要宽厚亮丽，我们的咬字呢非常的坚实很清晰啊，行腔非常的大气的，所以呢你的声音来讲呢非常适合唱范派。那么我们在学习地方戏曲的时候一定要去严格的要求自己去习惯那个地方戏的咬字的一个规律跟韵律，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们这个戏曲啊这个地方戏它的味道就会逊色很多，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要严格的从咬字方面先去适应这个粤剧的方言的一个规韵，将来我们一个亮丽的范派小生啊，可能也许就在未来就能发出那个灿烂的光芒。谢谢，谢谢魏老师精彩的点评，请我们孙一涵稍作休息，请我们领航团队的导师为我们孙一涵的表演进行打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请看 VCR。
的是周宇轩和娄艺轩两位小朋友。帮我读。他们已经磨合的就是比较有默契感了。啊，收回来一下，再放出去，不然你别利用。为什么就这个脚？这太自然状态了啊。对，应该是在十强里面最小的这两位吧。因为刚好他们两个小朋友也是在一个换挡期，咬字上可能会漏风，但他们也是非常刻苦。脚步不急忙。参加这项比赛也是对这个小朋友一个非常好的磨练的机会。啊，那么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更好的自己。有请九号选手，绍兴上虞区小月镇中心幼儿园周以轩。和绍兴上虞区曹娥街道中心幼儿园娄艺轩。怎想擒拿，万岁擒拿。心。
前面就是青绿色桥，一个骑马古桥啊，真是人相亲，万岁亲。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小皇帝，一个是女扮男装的丽丞相，一个隐隐约约来挑动，一个疏疏淡淡话藏锋。请问一位小选手，今天站在十强赛的舞台上，开不开心？开心。那么你们的辅导老师是哪两位呢？张玉琴老师和徐红老师。让他们也来为大家笑一个好不好？看看谁笑得好。首先有请张玉琴老师。那么魔力的这个笑声啊，老师真的是比不过你。今天我没吃冰淇淋肯定是笑不出来的，因为你的这个笑声已经深入人心了。每每想到你我们就很开心很开怀，所以老师不敢笑。郑晓老师呢也不敢，丹萍姐姐自认为笑得过，我来笑一个你听好了。怎么样，我笑得好还是你笑得好？不好还是我好？那你对着老师笑一个，我们比一下。哇，真的笑得非常好。衷心的祝贺两位小朋友呢，能够笑到最后。
好，领航老师，请为小选手做点评。两位以轩小朋友，今天真的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因为在培训的那几天当中，其实因为两位小朋友年纪是最小的，然后呢又特别的调皮，其实老师还是蛮担心的，就是因为我们讲的他们能不能够听进去，听进去一点是一点，但是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的好，他们把表演的一些细节方面全部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今天的表现真的让我看到了他们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吧。然后包括那个以轩小朋友孟丽君，他今天的唱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进步非常之大，因为之前在二十强的时候他还是会有在音准方面或者是在这个高音处他是会逃避或者会偏调，但是今天我相信他在私底下肯定下了苦功在这几天，所以今天在唱的方面也是进步非常大。很棒。小皇帝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在念白在唱腔都是有非常有这个我们粤剧的这个韵味，非常非常好，谢谢你们今天的表现，老师很开心。好，谢谢西红老师。以轩逸轩，今天老师要赏你们两根巧克力味的冰淇淋。今天实在是非常大的进步，老师今天非常的欣慰。看到你们这么大一个就是质的飞跃的话，老师心里非常的激动。因为我就是跟你们说的一些你们都记住了所有的一些基本功啊，但是今天欠缺的是一些两个人的配合度啊，老师说一些小小的意见好不好。就是两个人今天出场的那个叫台步，就是配合度，还有一些就是马鞭啊，两个人的高低还有一点点的区别，小宝稍微低了一些，依依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子了一些啊，好不好？这样呢，如果你们把这些默契度能够更好的话，你们会非常的棒，谢谢。好，谢谢老师点评，两位小选手稍作休息。有请领航团队成员为一对小选手打分。好，让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位选手的 VCR。 我的这个学生他叫方子诺。王祖铁公，这条件属于比较好的那种，音感和节奏方面都很好。这里不要拱起来，这里不要。因为他一开始我了解的时候，他一开始是学花旦的，他不是学小生，然后身上的那种刚劲刚强的那种感觉很火。子诺，老师非常看好你，然后希望你能用功努力，加油。有请十号选手杭州天地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方子诺。Thank you.
上江山一统，翻翻年岁了，谁几位亲客桥西镇斗笠难为天将雨，此时别见草王兄无在我们的方子诺，我们方子诺小朋友，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在这次小百花集训营里的经历好吗？这次小百花集训营里呢，我分配的老师是张亚洲老师，张老师教得很好。哦，张老师教得很好。然后我的一些缺点就是，比如说我的那些不好的动作，像舞蹈分的那些动作，不顺眼的动作，张老师都给我改成了很漂亮的动作。那我们掌声献给张老师好不好？那我们子诺呢，作为最后一名参赛选手，你是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想说这次十强的选手唱的都很棒，我觉得我还没有唱够，希望我们作为小朋友能坚持着把戏曲传承下去。谢谢谢谢我们的子诺，也有请我们领航团队的导师进行点评。子诺，你还没出场老师就已经开始紧张了，这感觉有一种魔力，所有的那个自己学生出场的时候，所有老师都开始紧张。子诺，你今天的表现非常好，进步非常大，但是老师希望你在舞台上还能再从容一些，自然一些。今天大部分都非常棒，就是再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你演唱的时候你的表情不能松懈下来，因为你天生一副笑脸，就是老师强调你在演戏的同时，因为这个是一个悲剧嘛，比较亢奋，然后你的表情可能会唱到高音的时候有一点松懈，其他进步都非常大，老师非常高兴，谢谢，希望你再接再厉。谢谢张老师的点评。
有请我们的李老师做点评。子诺你好，在复赛的时候呢我选了你对吧，但是呢因为老师嗓子的原因呢，很遗憾没有能够跟你在训练营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但是今天老师看了你的表演真的是非常高兴，你的进步真的很大很大。那么今天在唱腔上面呢，老师再给你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好吗？徐派的那个特点是非常高亢激昂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出场的时候唱雪泪抛，这个抛字虽然说这个音很高，但是往往在这些高音上面越是高，你的用气丹田这一块越是要顶住，知道吗？就越是高不能啪就抛出去了，抛要顶住，这样的话就会更好了。老师很激动，真的很开心，希望你以后继续努力好吗？好，谢谢。谢谢李老师精彩的点评，请我们的方子诺稍作休息，谢谢。请我们领航团队的导师对我们方子诺的表演进行打分。接下来呢，有请我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李潇文和国家二级演员徐叶娜为大家带来文学巨匠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幽媾》，掌声欢迎。
心儿怕啊隐藏的顾虑心儿如林松森不怕心儿虚被卷起不自得我把一座儿相交得一儿送不亏他啊富有富贵心宽宽心宽宽啊啊啊啊啊啊上传了精美的视频，对于未能晋级的小选手来说呢，我们今天呢是精心的挑选了几位选手的视频献给大家，因为他们依然和家长一起密切的关注着本次大赛，请看 VCR。 大家好，我叫四元磊，今年我8岁了，我来自鱼米之乡的苏州吴江。我无意间看到电视上的粤剧，我就慢慢的喜欢上了。我学了粤剧有短短8个月，虽然我没有晋级，但如果下次还有比赛的话，我一定会来的。大家好，我是来自诸暨市西湖小学的赵红斌，我很高兴能够进入这次浙江小百花粤剧校园大赛20强。作为东北人，喜欢唱粤剧，大家总会觉得很惊讶，但是我就喜欢听，喜欢唱，喜欢他的唱腔，我会一直学下去，希望能够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小袁俊熙这次表现非常不错，因为从来没有学过动作，也是匆匆学了6天，因为毕竟年龄还小。下次如果小百花组织这样的比赛，他参加一定会更棒，你说是不是？是，我以后会努力的学习。真的真的，然后我们来击掌哦。啊！祝小百花越学越有戏，越办越好，耶、！浙江小百花校园大赛10强赛，在我们各位领航团队成员的共同评分下，在我们浙江省玉环市公证处的公证下，最终的排名和得分已经诞生。接下来，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浙江省玉环市公证处公证员为我们本次大赛公证，请宣读公证词。大家好，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我和林静接受浙江省玉环市公证处的指派，对2018年8月17日在此举行的2018中国网家浙江小百花校园大赛10强赛进行现场监督。根据本次大赛规则的规定，经我与林静现场监督，之证明本次大赛过程符合预定的规则，以上结果真实有效，浙江省玉环市公证处公证员韩延金，2018年8月17日。观众朋友们，由于以上选手们优异的表现实在是难分伯仲，我们小百花以及所有领航团队的导师们对他们也是钟爱有加，所以说呢，本次大赛组委会决定奖项设置为5枚金奖、5枚银奖，愿你们共同努力学习，越学越有戏。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获得2018中国网家浙江小百花校园大赛的银奖得主闪亮登场，他们分别是7号周宇博91.04分，欢迎；1号陈芷萱90.86分，欢迎；8号孙一涵89.14分，欢迎；5号胡心宇向喜瑞87.36分，欢迎；2号曹心怡85.29分，恭喜你们！有请玉环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阙海江，玉环市教育观工委常务副主任周文龙，北京正在上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CEO 王子君，深圳汇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陈婷，玉环顺溪剧社社长黄小雪，为我们获得银奖的小朋友们颁发荣誉证书和小哈 AR 机器人特别礼物。花香自苦寒来，再次衷心的祝福获得银奖的选手们，祝你们在今后的越剧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越飞越高。好，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出获得2018中国网家浙江小百花校园大赛金奖得主闪亮登场，他们分别是4号选手李佳95.61分，欢迎；10号选手方子诺94.71分，恭喜；9号周以轩娄以轩93.57分，恭喜；3号李婷熙93.43分，恭喜；6号陈轩文92.11分，恭喜你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玉环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建波，中共玉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罗丽君，还有我们领航团队的核心人物蔡振飞、张艺清、魏春芳三位老师，为大家颁发金奖的荣誉证书。小哈 AR 机器人特别礼物，掌声有请。谢谢，再次恭喜获得金奖的朋友，同时也感谢我们的各位领导为他们颁发金奖荣誉证书。亲爱的朋友们，小哈越学越有戏，2018中国网家浙江小百花校园大赛圆满成功。我们将马上启动10强选手和领航团队导师们同台展演的计划，并以戏曲加互联网加智能科技的创新模式，开始具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和学生特色的教育活动，在学习中提升未来，在教学中讲好中国的故事，促进学业全面发展。让我们衷心期待越剧事业的同行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惜奋斗。接下来让我们紧接举行校园启动仪式，有请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助理程一娜向玉环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舒建秋授旗。谢谢两位领导，随着越学越有戏的大旗飘扬在东海之滨，一个充满希望的
一环大地上，由浙江小百花乐剧团领航团队的成员以及十强选手同台演绎的校园巡回，即将拉开成绩未来、拥抱未来的大幕。此时此刻，小哈就要跟你们说再见了。哎，小哈，下个月我们马上就要进校园了，你又可以结交许多新朋友啦。哈哈哈，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校园见。好，亲爱的同学们，我们校园见。